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412集的播出。我们看看那个背景的图案有哪个比较可爱的，哇，这个是，太夸张了，我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哇，这个很夸张哎，这个再这个，这个太大了，等一下，好，这个好像也不怎么样，哎呦，换一只小狗好了，哈哈哈哈，这个是不是皇阿玛的那个后宫生活？这个是讲到有一只猫的故事，好，换一只可爱的小猫猫，然后呢，莲花把它弄在，因为这个它一定要这个上网直播才能够调整背景，没办法，所以现在稍微做一点调整。好，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这个静听心中的絮语，这首歌是师尊对大家的叮咛。我们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没有人能拥有永恒的岁月，在人间待了几十年，放好的法船来的时候，教我如何不流泪，是因为轻易的包袱太沉重，交代的絮语说了又说，哀伤突然涌上心头，我竟然变成赤裸的孩童。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夜，我写作的最后一页，你们可以想想看，请静听我的誓言，我愿意将你们全部带走，全部带走。现在为大家唱的这首歌叫《静听心中的絮语》，我们静听师尊的誓愿，将来要把大家全部带往净土。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夜，我写作的最后一页，你们可以想想看，请静听我的誓言，我愿意将你们全部带走，全部带走，全部带走，全部带走。这首歌很久没听到了，对不对？静听心中的絮语，我们再听一次，然后呢，做网络的直播分享，让大家都一起来同沾根本传承的法义加持啊。这首歌静听心中的絮语，
没有人能够拥有永恒的岁月，在人间待了几十年，返航法船来的时候，教我怎么不流泪。只因为情谊的包袱太沉重，交代的絮语说了又说，就诗词师尊的心情哦。没有人能拥有永恒的岁月，在人间待了几十年，返航的法船来的时候，教我如何不流泪。只因为情谊的包袱太沉重，交代的絮语说了又说，爱上突然涌上心头，我竟然变成赤裸的孩童。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年，我写作的最后一页，你们可以想想看，静静听我的誓言，我愿意将你们全部带走，全部带现在我们为大家做的是网络的直播分享，背景音乐播放的是《静听心中的絮语》。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年，我写作的最想想看，静静听我的誓言，我愿意将你们全部带走，全部带走，全部带走。全部带走。好，这个我下来，先把音乐关掉。好，大家好，这是正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412集的播出，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空中相会。先看现场哪些人上来了，奥宾令啊 ,SK Bone Diamond, 郑明达 ,Lisa Jen 啊，有声有趣也有理，原生原灭不由己。哇，慧宇说那只猫猫别吓到的样子，好疗愈的佛曲哦。那个谁，严秀啊，苏先娟啊，还有这个谁在哭啊，丹丹丢啊 ，Louis Leon Vivian Chen 啊 ，Yin Yin Chen 啊，Neil 啊，那个拉尼班哈 ，Neil Lin 拉尼班啊，陈林真 ，Adam Sin 黄传义 ，Lisa Jen。就贺信、陈振峰、军官蛋啊、丹丹丢，还有优美赖啊、那个 Shaw Jackie 新加坡的辉军购 Low WS 陈轩荣、Joey Leong 啊、Andy 是庄啊、慧景，哇，高王经800遍快1000遍了，师尊长寿佛心咒540遍回向啊，
还有那个俊雄 Diamond 跟风力已经这个好，这个猫很好，你跟亮亮都有看到可爱的猫，嘿，你们家亮亮很乖耶，爱婷啊，绿熊黑就是力啊，南马的 City Go， 还有谁呢 ？Escapeon 阿冰令啊，然后郑明达，对不对？好，那先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咯。上一集同门这个 Lisa 居然说平常修法总是回向师尊，师母能够长寿健康如意啊，吉祥有缘众等能够成佛得结佛缘，福慧增长，无怨无恨能够平静，有怨有恨心不安，事事难以如人愿，只要保持心静和。廖清禅师姐说愿台湾空气品质改善，尊师母能够住在这里很安乐，就廖雪爱师尊师母也不舍得师尊师母哦。好 ，Om Noi Hon 啊，大家好好的修法，愿大家一起跟师尊啊，将来一起飞上青天。李约瑟李妹卿得到梅花证书，好，这个是最新的新闻。哎，你们要不要看上一个礼拜六师尊主持主持什么法会啊？十轮金刚法会又拍到了放光照片，你们看看对不对哦？好，这个，然后，这个是拍的人是张瑞斌嘛，哇，你看啊，博瑞光那么大，还有这个，哇，有没有？然后这个也是博瑞光，哇，很多，哇，这个很大，这个白色这个这颗很大，有没有？哇，像咒轮你看再把它放大，哇，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咒轮在上面？哇，你看是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哇，这个历史镜头哦，好，这个也是很大，我看看这咒轮是不是可以打开？哇，咒轮也是很大的哦，大大力的哦，应该是也是张瑞斌师兄拍的哈、哦。那天法会的十轮金刚法会上空的庆云，还有这个法会的现象，还有吗？哇，还有很多博瑞光，你看，哇，哦，哇，一颗一颗的，还有红色的、粉红色的。哇啊，非常的殊胜，对不对？哇，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哇，你看各位同门，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殊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哦！好，再移过来，还有吗？哦，还有嘞，还有很多哈、哦，好，有红色的，哇，白色的，哇，反正很多颗就对了，到处都有，好，这个就是跟大家报告的，那这个照片呢，希望今天晚上把贴出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都是师尊的伟大的加持，师尊的新书《神通游戏》，你们看了吗？你们买了吗？师尊呢，下一本新书第270册，我所知道的佛陀已经有2篇放在真佛不瑞藏，你赶快去点上去看啊！好了，然后这个再跟大家报告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这个中国真佛宗密教总会，简称为台密总呢，今天发布了新闻哦，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新闻快报，呵呵，那个这个台密总呢发布。希望所有的道场，当然是台湾的道场，但是我觉得世界各地的道场或者同门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念什么《上师行咒》，来念《高王经》，也回向台湾空污退散，祈请师尊师母呢，常住台湾，最好不要回去，健健康康，台湾的空气污染能够赶快退散，师尊师母这次来台湾能够很健康。很平安，然后呢常转法轮，也回向师母能够很安康，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哦、那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到好像世界真佛报的脸书也有、哦、那台密总或者台湾莲藏寺的脸书看看，或者到我的另外一个脸书有贴出来网址，你们都可以看，或者呢就在我的脸书贴出来功课也可以，反正呢只要是呼吁的都可以哦。法华堂他们呢是举办十轮金刚咒哦，所以呢等于说1月5日师尊呢这个对外宣布讲的事情，对不对？
他讲到师母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一个法会了，然后就是有时候呢身体的这个骨头肢节会卡住不能动的，那对他来讲是造成，就是说如果要硬要请师尊参加师尊的法会啊，师母要参加师尊的法会，师母他本人是很想去，可是身体已经是目前这样子的阶段了，所以大家要体谅。也有人说这个台湾空气哈，师尊师母你们应该带那个空气清净机的，像韩国瑜的有没有带在身上的，我告诉你他们刚回来台湾就有人供养了他们一个人一个。那有人说师尊师母家里面安空气清净机，你放心也有了，家里的也都有了有人说那个空气清净机要医疗性的还是家庭性的，因为这个医疗性的比较强哦，那不过这个是人家送的，好像是 Honeywell 哦那个牌子的，他们每天都在用然后还有什么所以只要是好的，大家就去把它推广。那也就是师尊一月五日所宣布的事情，一个是讲到师母的身体的事情，一个是讲到台湾空气的事情。如果空气再不好的话，他就要带着师母回到美国西雅图。有人说啊，师尊你就去香港住一下比较好了再回来，台湾空气好了就再回来。不过最近呢这个台中空气的监测站啊，那台湾的空气监测站是绿色的空气比较多，就是比较良好的空气会比较多，希望是准确的。那请大家继续赶快回向哦，我虽然是还来不及贴出来，其实我功课已经做了一些了。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神通游戏第86页，皈依卢师尊好不好啊？皈依卢师尊真好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皈依卢师尊真好。这个人是怎么是谁讲的呢？是原来是有一个去了地狱阎王回来的还魂的人讲的一句话，皈依卢师尊真好。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台湾对不对？台湾是一个像番薯一样的哈，就是台湾本岛，它的东部有花莲，有台东，北部还有宜兰，有基隆。那台湾的在那个花莲，再来台东，等于是台湾的东南部那个地方啊，这个他是写台湾东部，台湾东部有这个，等于大部分都是住着，我们台湾人称他们为山地同胞，有阿美族、达悟族，什么族什么族，他们是一个族一个族的，那马来西亚有没有原住民？应该有，印尼应该有原住民，包括关岛，美国关岛都有原住民，就是他们比平地的人更早期住在这块土地的人。然后呢，这个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称为原住民，就是指这个台湾的山地的以前是在山上打猎的山地同胞。那有位原住民的弟子啊，那个大家都叫他鲁拉那反正就是阿鲁拉族的意思啦，阿鲁拉。那这个鲁拉这个人有一次病很重，那送到东部最大的医院加护病房。那在病房里面，这个天天有人死了，左边也死一个，右边也死一个，他就夹在中间等死。然后呢半夜，对不对，有个人那个身体都那个脸都白白的，然后舌头长长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矮矮的，然后脸都黑黑的，黑白无常，七爷八爷拿着铁链枷锁咻就把鲁拉勾去了。勾去了之后呢，勾去阎王殿，那这个地府就像这个台湾的 High Speed Railroad 高铁一样，全部都要排队等候阎罗王的审判，分送轮回。他们也是要排队，因为呢客户实在太多了然后呢在排队的时候终于轮到了鲁拉。
阎罗王就问你有拜佛吗？罗拉说有有拜。那你有学佛吗？有有学佛。那你有皈依吗？有有皈依。那你皈依谁？连生活佛如师尊。哇，这个时候阎罗王非常的惊讶，哎，终于有一个皈依真佛宗弟子，而且眼睛瞪得很大。他说，这个阎王就讲，你会念那个上师心咒吗？如师尊的心咒吗？罗拉就念，咕噜，连声悉地吽。哇，这个咒一念出来，地幅震动，哇，大地震，嘿嘿嘿嘿嘿嘿，哦。所以你看哦，世间的人学佛的有多少？嘿，能够往生的有多少？以前释迦牟尼佛跟弟子啊，然后走在那个好像一个沙滩，还是一个走在外面就是了。然后弟子就问师父，这个哦，能够轮回的众生有多少？能够得到解脱的众生有多少？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抓了一把土，告诉弟子，嘿。这个大地图，嘿，大地图的数量就好比大地图的数量的众生都是轮回的，只有手爪上土的这众生可以得到解脱救度的。所以那个今天你能够皈依到师尊，在地狱里面能够念个唵咕噜连声悉地吽，甚至阎王看到在地狱里面有人会念上师心咒，真的是稀有动物哎，知道？所以他真的是很惊讶。一问之下，哇，这个弟子念了一句上师心咒，所以呢，哎，如果以后将来大家往生了，不小心下到地狱，还有最后一关哈，不要喊妈喊爸都没用，直接喊师尊哦，因为师尊讲阎罗王跟他是瓦贴的哦，是这个很好的兄弟，所以你给他念上师心咒，给他提到卢师尊的名字，阎王就会给你特别通关。所以这个弟子呢，怎么样啊？阎罗王说，哇，你是卢师尊哦，你的卢师尊是西方极乐世界化身的大菩萨，阿弥陀佛化身的大菩萨，如今他已经证得了证悟，证得华光佛，他的智慧慧力是最大的。我们送你还阳5年，那这5年中你要好好的修行吧。那这个哇，罗拉是唯唯诺诺的，然后醒了过来，身体的病竟然就好了，然后出院。罗拉出院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你是从阎王那边回来，你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哭着回来啊？师尊啊，终于把我救回来了，对不对？哎，鲁拉呢，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一进到家门，哦，马上进到坛城，啊，看到师尊的法像，跪下来合掌，念了一句。皈依卢师尊真好，皈依卢师尊真好，皈依卢师尊真好啊！哇，那有人问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吗？那师尊说确有此事。卢师尊说他如果是假作，那就是骗的、欺骗的，就是虚妄的。那虚妄欺骗是犯五戒啊，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跟不饮酒，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师尊在守戒之下，不虚妄、不讲妄语之下讲出来的真实的见证。所以师尊呢是不敢犯五戒的啊。但是呢，师尊说，我以为天下名师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有为者多参学也可以啊。这是师尊。非常客气，非常谦卑的。那你们师尊的谦卑的事情还有什么？这次大概在这个星期天啊，我们侍者团跟着师尊师母来到了台中啊，廖庆龙医师，他是谁呢？他是理事长，中华民国诊所吧，诊所学会啊，是不是诊所会的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那他们举办了大概有150桌的所有医生的那个
等于庆祝会一样，所以现场全部都是医生。那师尊呢被安排，师尊师母被安排在主桌，坐在这个院长，那个很师尊的主桌里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大医院的大院长都在里面。那师尊师母一到，哇，很多人围绕师尊，特别围绕着师尊师母。我呢是出门之前抓了一把师尊的名片呈给师尊师母，让他们去发，不但派完了还不够，有一个人其中呢一直等着师母掏，师母掏，好不容易才皮包里面掏出了一张名片，呵呵，给这个来的那个来宾。那来宾呢全部都是这个全国的医院的医生，诊所的医生，他们看到师尊能够难得莅临，非常的高兴，还这个有的拍照，有的敬茶，以茶代酒来那个敬茶，有的问候，有的交换名片哦。所以师尊呢，这个师母走到哪里都非常的红。然后呢，相关的报道请看官网，因为这篇报道我们贴到官网了。然后呢，在昨天是马来西亚保民同修会由莲英法师带领18位同门，去这个也是朝圣，然后请弟子呢就请教师尊问题，因为师尊在吃饭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举这个盘子，然后举到那个跟眉毛一样齐，师尊自己吃饭，还有跟弟子熟的人吃饭，他会把盘子举起来，如果不熟的话，他就合掌在那边恭念，然后呢。这个弟子就很好奇说，那个师尊你那个菜还没有来就结供养印，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师尊就回答，你可以观想菜啊，整个桌啊，然后你喜欢的菜啊，做供养也可以。那师尊平常他的习惯就是把那个盘子举起来到眉毛这边那么高，表示他那个至心的供养。而且呢，师尊说他的供养哦，不是做表面形式哦，他说这个会有佛光下来，然后呢会有触觉，让他知道说这个天上的佛菩萨来吃这个东西啊。如果供养一次没有来，第二次勉勉强强来，表示这个菜比较不喜欢。有弟子问那个土地公地基主是什么区别，地基主呢师尊讲说就是家里的祖先啊，祖先有做善事，然后呢死了之后封为地基主守护家宅，然后呢土地公呢就是做更多的善事了，然后死了之后他也是守护整个村庄啊，做很多有益公益的事情，死了之后就是当土地公。可是这些都毕竟只是说行善而已，如果加上修行禅定智慧布施持戒忍辱，哇，这个六度的就可以慢慢进步嘛，进一步升天啊，当天人或者往菩萨道，往解脱。如果跟师尊学这个解脱的方法，明心见性的方法，实修密教的方法会层次会更高。所以各位同门我们今天呢你们有发愿当土地公地基主吗？有的同门会帮家里的土地公地基主皈依，对不对？那他们的由来就是师尊讲的这样子。然后师尊还补充什么，他说有的人问师尊睡觉的时候不是有让央炕要做结界吗，那睡到半夜起来尿尿回来要不要再重新结界一次，如果半夜起来两次三次，是不是每次都要结界哦？师尊说只要你至诚专心的结界一次就可以了。好，相关报道请看我的脸书，哇，这几天新闻特别多。好，那这个是刚刚的第一篇报道了那跟大家介绍归炉师尊真好，时间很快，剩半个小时再跟大家介绍两篇文章。炉师尊会推拿，你们有没有被推拿过？我们先看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豪的第二代对不对？爸爸呢这个便宜知足或者开疆拓土，对不对？然后建立的大企业大王国，那他下一代的孩子是富二代，
富二代的是一位翩翩的贵公子啊，长得是非常的风度绰约，就是非常的风度翩翩，很英俊，很高，然后非常的有气质高雅的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很有钱的这个年轻人。好，那一向都过了什么，过着什么生活，都开 BMW， 然后穿的是名牌的，哎，然后呢，哇，西装所有打扮都是最好的，哎，过每天都过着非常骄奢的生活，就是过着富豪的生活。那他父亲呢，是一位大企业家，成就全世界性的生意，他做的是世界性的生意。父亲呢，就把这个他的企业交一部分给这位聪明而机灵的儿子，所以呢，他等于他这个一出生含着金汤匙，不用去应征工作就会当老板了，这样子年轻的或者当公司的高级干部，然后又安排了他爸爸又安排了一些企业的知识安排了教导他一些关于如何经营生意的企业的知识给他训练，给他学习，他一学习又很聪明，很容易上手。好，那他结婚呢，又娶的是名门闺秀，所谓龙交龙，凤家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呢，他的这个整个一生都是在富豪圈里面，生活圈里面，包括太太也是名门闺秀，是一位可爱而漂亮的女子。结婚那一天，还有12台非常漂亮华丽的法拉利，哇，跑车，12位非常漂亮的伴娘，每个都是各个花枝招展，乐队宾客如云，政商两界还有演艺人员，哇，那他们呢都被包围了。那在宫殿中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那每个人来参加的也是珠宝，哇，戴满全身，就是那种富豪的生活圈，令人家呢这个头晕目眩的，看得都一闪一闪，不灵不灵的哈。那这个宫廷的宴会喜宴这个婚宴令人非常的难忘。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天这个富豪的贵公子来找师尊问事了。那他说，哦，师尊，我想要盖一座6星级的多元性的饭店，如何呢？那它的多元性有什么？有健身馆，有美食的高级餐厅，有游泳池、百货街、高尔夫球场，哇，真的很高级哦，三温暖等等等等，哇，讲了很多很多。那师尊有没有答应呢？师尊说，等一下，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是什么？我们来看图门呢 ，SK 泵阿宾令啊，还有 Diamond， 这个谁哦？你们没有留言，一直在专心听我讲，那我就继续再讲了哦。那师尊就讲说，你先建佛教的道场，然后再盖大饭店如何？哇，那这位贵公子就笑了，他说呢，盖佛教的道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的夫人是异教徒，对不对？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还是印度教，还是呱呱教？呱呱教是我加上去的，反正不是佛教的。那这个他讲，他绝对不同意，他今天连陪我来他都不愿意。哇，这个真的是，娶了太太漂亮，可是呢，这个，所以你说有钱人，他是享福了，你也不要羡慕太有钱的人，他享福了，然后会想要修行吗？那享福了会想要皈依佛教吗？会想要学习密宗吗？对不对？这个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不要羡慕别人，应该羡慕自己那个皈依师尊，当天上的有钱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等你升天了之后，再开悟明心见性，或者呢，你依照师尊的法教去开悟，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要珍惜这一世的因缘了。然后呢，所以他讲说，他的太太一定会不答应的，怎么办？是异教徒。但是师尊讲说，
如果你听我的，我保证你佛法道场能够顺利弘法度众生，你的大饭店也能够兴旺不绝，能够赚大钱，你看如何？哦，尤其是这个道场的名下，还是这个贵公子的名下，哇，这个师尊竟然可以拍胸脯的保证，哦，只要这个先盖佛道场，再盖饭店，听师尊的如何？而且呢，这个就算是他的太太反对，但是师尊是有把握的。到底为什么会有把握呢？哇，那但是这个先生，这个贵公子讲，哎呀，我的夫人这一关难过啊。哦，师尊说，我认为没有问题，你试试看吧。结果这个人呢，贵公子回去之后跟他太太讲，夫人果然反对啊，不要不要，我不要盖佛教道场。哇，呵呵，哦，那这个太太就很有个性，对不对？异教徒把佛教当成是魔鬼，拜偶像的当作是魔鬼，他马上就不要不要。哇，那夫人是认为拜佛是迷信是魔鬼，但是呢，有一天夫人走啊走啊，啊，闪到腰了，然后就很痛，下半身完全不能动，而且中医西医都医治不好。这个夫人呢，后来怎么办呢？这个医生也找不到了，所以你说不要不要会有因果的。哦，夫人呢，后来看到卢师尊从房间的门口竟然走进来，门是关着，可是呢，师尊走到门里面，全身放出了光芒。那师尊呢，亲自给这位夫人给他推拿，哦，连续三个晚上，我告诉你，不是师尊本人，是师尊的法身进来，所以这个夫人能够看到师尊的法身真的不容易。如此连续三个晚上，夫人看的是千真万确，那三次推拿之后竟然全部痊愈了。哇，夫人呢，后来自己主动的对他的先生说，你的卢师尊亲自来给我推拿，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如今你要盖佛教的道场，我不会反对了。那这位贵公子就说，这个后来这位贵公子就请问师尊，哦，卢师尊你会推拿吗？师尊讲他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好，就是这篇故事。所以今天在车上啊，这个我还跟师尊讲，师尊你会推拿？师尊慧君怎么知道？因为看神通游戏。你们有没有被推拿过？我有被推拿过。那我唯一印象最深刻的推拿呢，是在几年前，因为这个常常用这个手机在做法务，那低头，哎，没想到这个颈椎会长骨刺，而且也没有想到这个骨刺会连到我的左手，因为现在是直播，所以这只手是左手，整个左手都废了，嘿，怎么废呢？会痛啊，非常的痛，然后呢，转到一个姿势它痛，转到一个姿势不痛，连坐着也痛，坐久也痛，嘿，有时候所以变成要一下子站一下子坐，然后呢，哎，我去医院做物理治疗，曾经拉脖子，把颈把它拉让它筋松一点，曾经用那个啊医院的这个拉紧之前要做一些热敷的动作，还有呢做针灸，还有呢再来就是做推拿。哇，推拿像是满清十大行刑，把你身体这边拉一下那边拉一下，还要拉对称的，然后哇你的啊惨叫，回来还要做复健的运动，哎，那个推拿就是哦非常的痛。后来呢我是怎么好的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个颈椎骨刺如果不好的话，有的人是直接就开刀把神经线把它剪断，哎，那你就那边没有神经痛了，这个骨刺呢压不到这个，哎，这个神经啊，这个身体就不会痛了，对不对？有人严重的话是这样，但是我那次
我去一个中医诊所，我个人的例子啦，这是我个人的，然后就买了一个热敷垫，然后敷着，让这个筋骨能够软，然后再把它调整姿势，然后就一直可以保持，哎，好，我不敢说完全好，但是已经好到保持到可以90%，甚至95%，已经可以保持到这样子，嘿，话不要讲得太满，呵呵，好，那个就是，所以那个推拿真的是非常的很特别的，那就是师尊渡了异教徒，嘿，还有第三篇文章第94页啊，那小孩子哭哈。晚上哭很麻烦，对不对？哦，那个，他们说，那个慧君，你为什么，这个那么年轻就出家？我说，我看到我大姐哦结婚，那个小孩子哦，那晚上哭还没什么，是一个小时跟你起来醒来哭一次，一个小时醒来哭一次，哇！呵呵，我有一次呢，帮我的大姐照顾她的 baby， 一个小时醒来，一个小时醒来。我还没睡着，小孩子就醒来；我还没睡着，小孩子就醒来。哇，真的很辛苦。我只有照顾一天，哦，照顾一天这样子而已。第二天感冒生病，生重病，哇，那个结婚真的是很恐怖。要照顾那个 baby， 一年365天，所以呢，小孩子，你们好好的孝顺自己的父母。你小时候有没有吵过人家、闹过人家？那这篇故事呢，第94页夜哭哦，晚上哭的，就是有一对夫妇很紧急的、很紧急的来找师尊，师尊问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那么慌张？哇，那这个夫妇讲，哎呀，我们的小孩子晚上哭啊、闹啊。那师尊讲说这个是小事一件啊，可是呢，这个哭啊、闹啊是非常大的事情，吵得全家鸡犬不宁，每个晚上一定哭，而且已经连续哭了3个月，这个晚上哭是哭不停的。哇，你有没有听过小孩子晚上是晚上吼12点哭到6点，6个小时，比马拉松还要强，是不是？小孩子声音我看都哭哑了。那这个小孩子晚上吼会哭得这么激烈、那么惨烈，一定是会有不安的，嘿。那如果检查不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就可能是无形的问题，所以这夫妻非常的紧张，而且呢也被闹了3个月，对不对？被闹了3个月，真的哦，我告诉你，我一天都不受不了，何况是闹3个月，哇，我一定是我一定怎么办？很恐怖，很难想象的哦。所以他们这对夫妻赶快来找师尊，然后呢师尊问说，你去给小那个找人家修惊收惊啊，惊吓的惊，收惊，收了收了，可是没有效。那师尊讲，那用米衣压煞法啊，所以米衣压煞法呢，就是一个米，一个盘子装米，然后上面再摆小孩子哈洗过干净的衣服，然后那个现在不是有米嘛，衣服下面有米，米下面呢插3炷香。好，然后呢修法之后，这个衣服给小孩子穿啊，这个米呢可以去喂猪还是喂小鸟，呵呵，哦，拿去把它运用，对不对？啊，这是米衣压煞法。可是呢有没有效？他们夫妻说没有效，没有效哦。不止如此，请鸡同做法，请公庙的神镇煞诵经烧经，烧经是全部没有效。哇，那师尊讲说，那看医生啊，看了一切都正常，白天正常，可是晚上就是哭，哭哑了才停，停不久又哭，我们用尽了任何的方法完全都治不住啊。哇，这个讲得很严重，这个时候师尊才答应。那到了晚上，嘿，去看这个婴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每到晚上有一只 monkey 猴子，嘿，哦，动物领猴子那边跳跳跳，那孙悟空对啊，那个猴子过来跑来这个婴儿那边，给他捏一下，给他咬一下，然后又叫又打又跳又打小孩，又在他身上跳来跳去，婴儿不堪其扰，尤其是小 baby， 他最主要要小孩子
不是以前有那个摇篮曲嘛，哈，咿呀咿咿哭，一枚大一寸，有无？一枚大一寸呐、啊，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睡觉，然后希望他睡了，然后呢，就长快一点。小孩子的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帮助他成长，然后帮助他能够恢复精气元神。让他元神光彩，可是晚上三个月不能睡，这个小子我看也是瘦巴巴的，对不对？所以呢，婴儿被这个猴子的灵干扰了，当然就夜哭，晚上哭不停，傍晚来天明去，哇，这个猴子灵怎么那么厉害？而且呢，猴子灵为什么找到小孩？因为小孩子的元神哦，最干净，但是呢，他的抵抗力也是最弱的。大人呢，还有这个有气啊，比较强。小孩子呢，弱弱的，需要人家保护的。那师尊呢，知道原因的。那知道原因怎么办呢？师尊用世俗的法，请这对夫妻哦，每天买一串香蕉，然后呢，这个呢，香蕉拜啊，把它祭拜在小孩子的床前面。嘿，果然有效了 ，baby 晚上不哭了。猴子灵魂看到香蕉，哇，很棒，那吃饱了，就睡着了。所以呢，如此经过了两个月，婴儿都平安无事。可是呢，两个月后，这对夫妻又找来，卢师尊高明，我的小孩子终于就不哭了。可是我们家香蕉太多了。他应该好、哦、那个开香蕉摊位哦。我们家的香蕉太多了，自己吃不完，又送邻居吃，朋友吃，这也是一件烦恼的事情，怎么办？怎么办？师尊笑了，他说：“哇，这样吧，那我画一道符，你贴在婴儿床的上方。这符的内容是什么呢？”猴灵吃香蕉，勿吵婴儿眠啊！猴灵啊，你吃香蕉，不要吵人家的睡觉。那师尊还画了一串香蕉，那贴符念咒哦，那念了一个咒，猴儿灵，猴儿灵啊、哦，就是猴儿的灵魂呐、啊，哦，这个精灵呐、啊，猴儿灵，猴儿灵，我供香蕉，婴儿好眠，急急如莲生活佛律令色，嘿。就这样平安吉祥，这个 baby 就很好睡了。好，今天就介绍这三篇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网络有点怪怪的，好像你们接下来还有人留言吗？怎么一直停留在这个 SK 泵这里？好，那没关系，这个哇剩下了差不多有10分钟了。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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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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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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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今天介绍了三篇故事，皈依卢师尊真好。那这个人。这个本来是死了，然后进到这个阎王殿，
啊，因为阎王问他你皈依谁，然后他念了上师心咒，阎王准许他还阳，所以呢，上师心咒，临终的时候一定要至少要明白哦，你皈的师父是谁，至少要明白自己的念咒，对不对？啊，念了什么咒？念上师心咒要明白的。第二个故事是师尊的这个会推拿，所以呢，我们的师尊他是很慈悲的，不只是佛教徒的度，也异教徒的，他还是善巧方便的来度化。当然这当中还有特别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到众生。啊，你看到这个人，是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是呱呱教？你不要以为他就没有佛缘了。师尊的故事里面有一些是度化异教徒的，还度化过牧师的。那师尊本身还是基督教的，对不对？主日学老师的，所以在师尊的眼中，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有的众生只要有佛缘，他都愿意度化。第三个就是讲到小孩子晚上哭了，对不对？师尊只有师尊能够把这个小孩子，你看收亲也没办法，用符、用咒、用医学的都没有办法，只有师尊用灵眼去看，才知道原因在哪里，也是善巧方便的度化众生，对不对？然后感谢师尊写这么精彩的故事，美师尊救你。爱斯特鲁亚比布里布里啊，明天晚上10点到10点30分开始连胜广播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大家再见，晚安，欢迎按赞转贴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念经咒回向，台湾 PM2.5 空气污染退散，希望师尊留台湾，师母留台湾，在空气干净之下留在台湾，对不对？好，大家拜拜。